当时他们商量着演一出戏骗张若昀，二哈都懵了。两个人我们怀疑是一个人。第一个谁分享啊？第一个身份先分享是张。哎，原来张开始分享。时空循环吗？什么叫时空循环？刚才我不讲过了吗？张开始啊？你什么时候讲过？我们刚开始第一轮啊。什么叫时空循环？没听懂。那你先说呀。现在不是第一轮。刚才不是在去尿尿尿吗？什么剧情？我没有啊。没有。刚才第一轮搜证完，然后大家来集中讨论啊。这不是开始第一轮吗？你干嘛呢？谁第一个？张啊！你去谁的房间吧？实话吗？不是。上去，该你。我就讲过了，我也讲过了，你也讲，我没讲过，我们刚坐下来。那刚画的呀？谁说过谁好棒？我是孙子。Sorry。